你说呢？那就别上了。那天碰到他们开车，我就松了。但你应该算是我的福星了。每次有难，你都来帮我。你如实的回答我，我可以帮你。这里是北纬32.0939度，东经118.7939度。也就命根管理分，彼此拉手的地方。 你为什么老去巩林巷啊？那有保密单位，地图上根本就不让显示。